成全他们这段婚姻吧。你这个哑巴还不是个瞎子，听懂得挑媳妇儿的。品华可是个标致的可人儿，你配得上人家吗？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就够了。品华不计较，她是不是个哑巴？这么说，你们决定了？老爷，你千万不要答应这件事情。 这个混账哑巴，他早就对同品华心怀不轨了，所以他才拼命的阻止我给品华的婚事。这种卑鄙的人怎么会娶老婆呢？老爷，你千万不要答应他，他不配啊！刘哥当时救我，不过是出于义愤，你可不要诬赖他。品华呀，你不要上当啊！啊，这个哑巴，他对你早就有了色心了，他故意留在老爷的府上啊。 图的就是一个近水楼台，你不能被他骗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燕荣，人是你的，你来拿个主意。哑巴，你擅作主张，私下向同品娃提亲，就是不把爹和我放在眼里。我要好好的惩罚你。嗯，你要怎么惩罚他们？我要你给爹跟我磕一千个响头，要不然。 我就要把品娃嫁给一个比交大更老更丑的癞蛤蟆。停下，都给我停下来！再不停下，我真的不答应这桩婚事喽。起来，起来！我只不过想考验你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喜欢品娃？现在试完啦，还有品娃也不错，肯为你吃苦。 是你女儿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想不到品娃，他就这样嫁出去了。原先他们不好，都退回去。早知道这样，我早就给他定个亲就好了。没想到现在一点指望也没有了。现在不好吗？我看牛哥对你女儿蛮好的啊，难不成？ 你还想挑状元当女婿啊？牛哥他是个哑巴，以后日子怎么过？我女儿她会苦一辈子。女孩子最重要，就是她的终身大事。嫁个好丈夫，有功名，有学识，我们这个身份，功名也就不要了。可是牛哥，胸无点目。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平娃他会苦一辈子。你别难过嘛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。<笑>
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养他欺负你女儿的。要不然呢，我就有他好看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走了。就算吃苦，也有人跟我一起分担。世事真奇妙，真想不到你居然会是我丈夫。小李子，哎，老婆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手里拿着什么呢？这没什么呀。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。恭喜老婆爷，贺喜老婆爷。大胆的奴才，看我掉了一把头发，还说俏皮话，你感情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老婆爷，您别生气呀。老婆爷，您有没有听说过返老还童这回事啊？奴才就是感觉到奇怪，这些日子怎么感觉到老佛爷是越变越年轻了，就像这三十岁贵妇似的，唇红齿白，这个皮肉光嫩呐。哎呀，奴才就是听说这个返老还童的人呐，他在这个掉了一点白头发之后呢，这个头发就会慢慢变得乌悠悠光亮亮的了。好个会说谎的奴才。奴才不是说谎，奴才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。好了，你也不用编这些个返老还童的故事逗我。自从我重新问政以后，每天我要批阅那么多的奏章，朝中大事都要我亲自处理，真是身心俱疲呀。老佛爷身强体壮，再多的事儿也难不倒老佛爷的。年纪大了不比从前，可恨这个小王八蛋又不堪造就，我这副担子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卸下呀。禀老佛爷，皇上又晕过去了。还不快传御医。御医已经到过瀛台替皇上看病了。皇上醒过来没有？醒来了。御医对皇上的病怎么个说法呢？御医也说不出什么病，只说皇上阴虚劳损，血气不畅，叫皇上多休息。传遗旨命御医常驻瀛台，日夜伺候皇上，不得有误。扎。这个小王八蛋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啊，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晕倒了。老佛爷，奴才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呀。有话便直说。这个要知道是什么病那就好了，最怕就是这个无名病啊。皇上现在是一病不起。老佛爷，您看看
是不是该早一点做打算呢？你的意思是另立新君？老佛爷，您刚才不是说希望有人来分担这个朝政的吗？你以为我不想把这个小王八蛋给废掉了？洋鬼子实在是太可恨了，当年英法联军一役，把我和先帝逼到热河，令先帝郁郁而终。如今洋鬼子又背地里支持维新党，跟这个小王八蛋跟我作对，并且出言恐吓，不许我另立新君。他们感情是要逼死我呀！老佛爷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皇上现在病重，您就是还政于他，他也没法逝世。老佛爷，到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据理力争了。洋鬼子，他就知道理亏，他理亏他就无话可说。如果这个时候老佛爷您再谈废立，那不是水到渠成了吗？医生，去拿副碗筷。是，阿玛，咱们今儿好好的喝一杯。有什么事情值得这么高兴？皇上病重了的事儿，您说值不值得高兴啊？你说话小心点。我听皮笑里说，皇上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恐怕时日不多呀。太后老佛爷已经下了懿旨，要在众亲王、郡王子侄当中选出继任人选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等着机会等好久了。机会，我跟您说，这么说啊，阿玛，您是奋斗了大半辈子，今天也不过就是一个区区的九门提督，是吧？你儿子呢，好一点，也不过就是当那个都统，到头来又怎么样？您说，你好大的口气！都统是一品官，你还不满足？一品官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听个皮笑里使唤？他是你恩师。真是个屁！他不过是个阉奴，我要他迟早知道我的厉害。哎，你把阿玛弄糊涂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阿玛，您认为在所有的众亲王、郡王、子侄当中，有哪一对父子他是最庸碌无能的？端君，正是。端郡王有个小小的儿子叫普郡，年纪不大，胡作非为，好勇斗狠，早就名声在外了。你看像他这么一号人，会不会成为继任人选呢？我看是委不起我。哎，我就要帮他们一把忙，我想办法帮他们父子，让他儿子登上大宝。到那时候，他们父子就可以让我玩弄在股掌之中啊，而我呢，就可以成为太上皇的太上皇。你有把握吗？看，咱们走着瞧嘛。是龙啊，老佛爷真的要另立新君呢。皇上病危，朝廷又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太后老佛爷下旨召众亲王、郡王之子入宫，以便挑选。老佛爷是不是要找我进宫候选？世子是郡王之子，当然有资格应选。那就是说我有机会当皇帝哦。哎呦，你别高兴得太早啊，你只不过是众多应选人之一，有没有这个福分还得看老佛爷。是的，你经常在宫中行走，又是李总管的得意门生，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？老佛爷到底属于谁呀？回庄王爷，庆亲王一直是老佛爷心里面器重的人哦。大前天庆亲王又选了一块白玉如意献给老佛爷，老佛爷当然是很喜欢了，所以选出立嗣之人可谓是呼之欲出啊。哼，老狐狸就懂得吹牛拍马讨老佛爷的欢心。哼，他儿子长得獐头鼠目，怎么能当一国之君？是吗？我就是替庄王爷不值嘛。世子有勇有谋，才德兼备，选出立嗣之人应该是他才合适的。世龙，你有眼光，
可真有眼光啊！老夫人有你这种想法，那就好喽。阿妈，我要当皇帝了。贺都统不是说我是十大人选吗？阿妈，就跟老佛爷说嘛，叫他选我了。选出之事，不是你阿妈可以做主的。再说，你阿妈又不会吹牛派马，老佛爷是被小人蒙蔽了，我看你是没多大办法。啊，这也未必。石龙，你有办法，你真的有办法。只要世子他依我的话去做，也未尝不是没有机会。真的？也不是说有十足的把握，就是总是有机会嘛，总比让庆亲王牵着鼻子走要好吧？你说是吧？我听你的，只要我能当皇帝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世龙，只要这孩子能登上大宝，我们父子二人会好好的报答你的。那不敢不敢。如果你当了皇帝，你第一件事情想做的是什么呢？说，快说呀。广纳贤臣，整顿朝政。下去吧。在，奴才告退。陈腔滥调，每一个不是广纳贤臣，便是总理朝政啊。刚才怡亲王那个儿子表现不错啊，小小年纪对答如流，而且他那个面相眉清目秀，大有龙凤之姿啊。你收了怡亲王多少好处啊，怎么尽在替他儿子说好话啊？那奴才不敢，奴才敢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受人半点好处啊！我谅你也不敢呐，起来吧。啊，完了没有啊？还有吗？还有端郡王儿子普郡。传他进来。啊，传普郡呢？咋？我要是不为了给端王他们夫妻留点面子，我才不要召见这个普俊呢、啊，他这个宝贝呀、啊，听说喜欢打架，好勇斗狠，恐难成大器。奴才普俊，恭请皇太后圣安。起来说话。谢皇太后。普俊。我听说你三天两头的在外边惹是生非，有这回事吗？皇太后，奴才时常打架，却是实情。不过奴才却无惹是生非呀，每次都是他们先惹恼了奴才，奴才沉不住气，才动手打人的。哼哼，好一个毛躁小子！只不过人家说了你几句，便出手打人。你不怕丢了你阿妈的脸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奴才每次听到有人批评皇太后，奴才就沉不住气。他们父兄之中，哪一个不是皇太后一手栽培提拔的？他们居然敢在皇太后的背后讲您的坏话，感情是忘恩负义的奴才，非打不可。你告诉我，谁背后说我的坏话？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们。太后。奴才该死，奴才不该惹皇太后您生气。我又不是骂你，你慌什么？你把他们名字告诉我，谁在背后嚼舌头？皇太后，奴才不敢讲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受了奴才的教训，也吃了苦头了。奴才不想当不义之人，如果太后要降罪，就降罪于我好了。你当了皇帝，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奴才福薄，没有资格当皇帝。资格是由我来定的，我让谁当皇帝，谁便能当皇帝。如果我能够登上龙位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员全国臣民，养精蓄锐，整顿武备，伺机而起，把那些洋鬼子都杀出我们国家。那些洋鬼子目中无人，
不把你老人家放在眼里，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干净，好替你老人家争一口气。好，好，有志气。端王能有你这么一个忠勇仁孝的儿子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咱们大清的福气。皇太后，您不辞劳苦，在三连桥训政，平息皇上给咱们国家带来的空前大危机，你才是咱们大清国最大的福星啊！夫君，你可要好好争口气，为咱们大清轰轰烈烈干出一番大事业来，不要令我失望啊！奴才谨遵圣母教导。阿玛，老太婆入壳了，我成功了。哎呀，你说话没头没脑的，什么科啊公的？哎呀，昨天下午端王儿子溥俊被招进宫去面见老太婆，老太婆一高兴马上招端王入宫，当场下令从今儿开始每天要带溥俊进宫去念书学礼仪，我看八成他就是继任人选了，咱们贺家的富贵就近在眼前了。真的？真是个糊涂蛋呐、啊！真是个可怜虫啊！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大清国一国之君，居然可以玩弄在我的股掌之间呢、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贺世龙是有仇必报的君子。哎，这溥俊能够得到老太太的欢心，你背后下了不少的功夫吧？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。要想使老太婆欢心，也是很容易的事儿。我就教溥俊那么一点点逢迎拍马的小伎俩奏效了。我跟您说，他们上头的人呢、啊、就喜欢听那个假话、大话、空话，你只要学会的三种话，保证你无往不利，扶摇直上。我就教那个小溥俊一点点啊，教点皮毛，可以当皇上了，你看看。哎，你帮端郡王这么大的忙，他要好好的谢谢你喽。他们现在父子俩都已经是在我股掌之间了，烤熟的鸭子飞不掉了。是个挺听话的孩子，老佛爷看人还错得了吗？这个端王爷的儿子还真是胸怀大志啊，将来是一定可以帮助老佛爷定国安邦的。只希望他呀，不要像那个小王八蛋一样，处处与我为敌，真是伤透了我的心呐。老佛爷，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迎这端王爷的儿子登位呢？当然是越快越好啊。哦，那皇上怎么处理呀、啊、他虽然是病着，可是人还是活着的。明朝有个例子可以援用。哦，你是指英宗复辟这件事儿啊？嗯，英宗自南宫复辟，患病的景泰帝退归藩邸，仍旧成为贤王。哦，那不过皇上在入宫以前并未封爵呀、啊、没关系，退位以后可以封为亲王啊。哎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启禀老佛爷，甘一甘娜有急事求见。传扎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甘一求见。起来。谢。刚毅，什么事儿这么大呼小叫的？总理衙门收到上海一封急电，请老佛爷过目。你念给我听吧。是。总署王爷、中堂大人觐见，昨日被拘封到24日殿旨，沪上人心沸腾，探问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，吾求王爷、中堂大人宫中体国，奉请皇上立即灵谕，吾曾退位之思，上
又为太后之幽亲，下一迷中外之反侧，宗社信士，天下信士，必居金元善，即御户歌神，士商市民1231人，和此殿奏。这金元善是何方的神圣啊？胆敢居众滋事！回老夫爷，金元善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，他还是候补知府。反了，反了！区区一个候补的知府，居然业内没有我这个太后啊！老夫爷，这些人委您一旨，罔干朝政，绝对不能姑息。张毅，爸，把这个金元善给我缉拿归案。老夫爷，电文中提到有各国调兵干预之说呀。那哎呀，也许这是道听途说，用来吓唬吓唬老佛爷的。传荣禄进宫。扎。哎，恩师，恩师，这里的日期决定了没有？别提了，老佛爷现在是暂时打消费力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老佛爷接到上海1200人联合的电文呢，马上就把荣禄召到宫里头，问荣禄外国可能不可能出兵干预的事儿。是。据荣禄说，确实是有外国兵舰由上海北上，又说李鸿章从各国使节那儿打听到消息，说是如果老佛爷要废皇上，立普军为新军，他们各国将不承认新军。洋鬼子，又是洋鬼子在从中作梗，他分明是在干预我国内政。咱们可是个堂堂大国呀，为什么我们总是什么事儿都要向洋人过问呢？啊，这么说的话，将来咱们连吃饭拉屎都要洋人批准了。恩师啊，老佛爷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？谁咽得下这口气呀？老佛爷本来打算是不卖洋鬼子的账，如其费力。是。哎，结果还是给荣禄给劝住了，说是什么国势虚弱，触怒洋人必起战端。从鸦片战争之后，我国跟洋人一开战，结果是割地赔款收场。老佛爷 也只好作罢了。我看是荣禄他根本就怕了洋人了，他就不敢跟洋人硬拼。这年头谁不怕洋鬼子？老佛爷是又气又恨，又怕又无奈。我真替王爷不值，眼看着当上太上皇，这怎么半路的杀出个程咬金来呢？这烤熟了的鸭子给飞掉了。要是有一天我真的当上太上皇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外国人全部撵走。我们大清帝国本来是好端端的，自从洋人一来啊，把我们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啊。对，咱们国家虚弱就是因为那些洋鬼子，最可恨的是那些数典忘祖的二毛子，把洋人奉作主宰，真是混账。哼，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，让洋人到我们中国来横行霸道。王爷，他们也横行不了多久了。王爷，您可曾听说过义和团这个名字？巡抚大人不是为了全民的事被调离山东的吗？全民闹事只不过是鬼子的说法，因为洋鬼子吃过义和团的亏，老佛爷施压把我调了走。您可知道这义和团高举的是什么旗帜吗？父亲岳阳。哎，这全民非同小可呀，他一念咒是有千军之力，是万夫不当之勇啊。真有这么厉害啊？这山东的杨教士是这义和团一到，咔嚓把杨教士脑袋给削下来。现在呀，这洋鬼子和二毛子一听说义和团这三个字啊，就吓得屁滚尿流啊，再也不敢骑着脖子拉屎了。王爷，您要不要找义和团替您出口气？可是袁世凯到了山东，不是把义和团给禁了吗？哎呦，这山东是禁了，可是直隶没有禁呐。
要是能够把全民引进北京，把洋人赶走，父君大哥当上皇帝，王爷你岂不是太上皇吗？嗯，只要能把洋人撵走，不管用什么方法你都全力去办吧。是是是是是。天神来无声，不怕刀枪，不怕大大。哎，在干什么啊？停手，快停手！啊，小姐，你为什么打架？小姐，他有神功护身的，不会受伤的。我们只让交通管了见识见识，你看他一点伤都没有嘛。小姐。和拳，说是刀枪不入啊！洋人船坚炮利，你们就念念咒就可以怕抵抗他们吗？哼，船坚炮利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那个师兄啊，曹福田呐、啊，初到天津的时候啊，就从这个租界这么一尺啊，嘿，租界就着了火了。还有啊，用的铜锅，煮了两升米啊，吃了1000多人呢、啊。还有的肾呢、啊，这什么鬼东西？爹，他们在练义和拳。谁叫你们在这儿设坛的？啊！老爷，现在家家户户啊，都在设坛。我刘家就是不准设。老爷，你得罪了天神，你要遭报应的。哎呦，什么是义和坛呢？义和坛就是不顾王法，嘿嘿，强盗。杀人的凶手，老爷，杀洋鬼子跟二毛子都是坏人呐。谁是二毛子？你说，你老爷我是二毛子吗？啊？哎，你们这些人在我家里设坛，是不是想对付我？啊？小子，老爷，我没有练义和拳，我只是看热闹。我没有说你是义和拳呐，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我叫你把这些奴才每人打30个板子。然后送到衙馆里去转卖。哼，我不要再看见他们，孬种，全都是孬种。爹，爹，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嘛？真是孬种，他们竟然相信义和团那一套荒谬的歪理，把孙悟空、猪八戒都当成神呐。那是章回小说里的角色，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这些虚构的人物当成神来拜呀、啊。爹，义和团最近越闹越凶。昨天我经过西直门的时候，看见义和团的人围着一个拿阳伞、穿西服的男子来打，边打边骂他是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。那个男的被打得倒在地上吐血，好残忍哦！现在洋人都不敢轻易上街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爹，你跟外国公使素有来往，你怕不怕一他们最好别来惹我，嘿，否则我不会饶这些混蛋。身子不好起来干什么？弄这个弄那个的，程大婶呢？他侄子娶媳妇儿，他要回去帮忙。那这些等我回来让我做嘛。我身体已经好多了嘛，又不是什么粗重的活儿，不用大惊小怪了。你在外头辛苦一整天，还嫌忙不够啊？况且弄饭给丈夫吃，这是做妻子的天职，怎么能够假手于他人呢？你娶的是我，又不是陈大婶。
吃饭了，快凉了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啊？程勋，怎么了嘛？啊？听说义和团的人已经入京了，他们到处杀害洋人跟教民，这么做简直是灭绝人性嘛！难道朝廷坐视不理吗？朝廷里都是一些食古不化的人，都认为自己受了洋人的欺负，一看到义和团的人喊着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，那还不把他们当祖宗拜吗？对他们的暴行，睁只眼闭只眼，甚至当瞎子装的什么都看不到。为什么他们都不懂得反省呢？不去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处处落人之后，反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洋人身上？要是懂得反省，懂得吸取教训，咱们国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再这样搞下去，只怕马上就要亡国了。你已经尝试过去改变他，你已经尽了力，问心无愧了。义和团这么胡搞下去，洋人一定不会罢休的，到时候天下大乱，苦的又是百姓。担心也没有用，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。吃饭了。我想回京里一趟。不行，万一要是给贺世荣知道怎么办？我这次回京里不是要跟朝廷的人打交道，我是担心阿嫁。现在京里面兵荒马乱，我想接他老人家来山东。袁世凯虽然见利忘义，不过他总算有点见识，不让义和团的人胡作非为。还有你哥哥去了京里之后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想顺便打听一下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京里离这好几百里路，你身子又不好，我不要你长途跋涉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不要说是几百里几千里，我都不怕辛苦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不要再跟我分开的吗？我何尝又愿意跟你分开的？不过此去艰难重重，如果你去的话，只会加重我的负担。听我的话，留在这边，有程大婶照顾你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启程？天亮就走。程勋，你一定要回来啊！你说什么傻话？我当然会回来的。我每次跟你分开都好怕。怕什么？每次跟你分开，我都好怕你有意外，怕见不到你。不要怕，不可以怕。那你要早去早回。最近是不是死了很多的洋教士啊？动不动就抵抗异信，小题大做。可是老佛爷，各国公使的抗议信也不能不理呀。叫我怎么理呀？难道说他们死了几个教士，我便杀几个人给他们陪葬？启禀老佛爷，现在洋人他们主要是冲着义和团的人，他们已经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，要把杀人凶手逮捕到案。义和团也实在是太放肆了。贺世龙，臣在。你不是从武备学堂挑选了一批精英，编成一支新军吗？怎么不对付义和团呢？省得他们在京里胡作非为，马上给我清剿掉，免得洋鬼子成天在我耳边的啰嗦。千万清剿不得，这义和团是咱们大清国的救星，他们个个忠君爱国，而且叫的口号是扶清灭洋。他们的出现可是咱们大清国的福气呀！给我制造了麻烦，还说是咱们大清的福气，那你这是哪一门子的道理呀？老佛爷，这几十年来，我们吃尽了洋鬼子的苦头，
屡次的割地赔款，还要分我们的国土。可是我们大清国是不会亡的，因此天降一人来扶助我们，要把洋鬼子撵出我们中国。老佛爷，那些义和团的人会法术的，他会上天入地，而且不怕枪炮，还能杀斗成兵啊。这个义和团要是真能够消灭洋人，那可是替老佛爷您大大的出了口气了。老佛爷，您可以请三思啊。荣禄在，你去回复洋人，说朝廷会关注此事，对他们被杀的教士也深表遗憾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贺世龙。臣在。你替我查清楚义和团的底细，是不是真像端王所说的那样的神奇？扎！义和团邪了邪气的，到处的奢谈，招惹百姓入教，就像野火燎原一般。如今直隶北京到处都是他们教民呢。他们这批游民散兵啊，聚众惹事，本来应该说是要好好对付他们一下的，但是他们烧教堂、杀洋人，这倒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啊。也许百姓受了洋人气太久了，义和团给他们出了口气，所以义和团大受欢迎。哦，对了，老佛爷叫你调查义和团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知道端王爷他是想利用义和团来打击洋人，以泄心头之恨啊。如果说义和团真的像他所说的是那么神灵附体，不怕刀枪的话，那倒是天助咱们大清国了。你真的相信他们这一套？老爷，老爷，外面聚集了一大半义和团的人呢，他们嚷着要见提督大人，说要军火，要响银，要和洋鬼子打仗呢。岂有此理，简直是目无法纪，告诉他们赶快走，不然我就派兵对付他们。是。等等，请他们进来。世龙，哎，我们不是很想知道义和团是何方神圣吗？正好嘛，请他们进来。你何必招惹这些人？哎，正如您说呀，义和团的势力正如是野火燎原，不可忽视。可如果说这个野火被咱们善加利用的话，说不定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哦。刀枪不入吗？当然。哎，这个凤山啊，血液不精，法术不灵，我马上再给您换一个。不必了。什么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全是骗人的玩意儿。是，赶紧奏明朝廷，把义和团给禁绝了吧。哎，义和团虽然是不行了，但是名气可用。朝廷如果现在出兵围剿的话，恐怕会两败俱伤，啊，到时候坐收渔翁之利的又是洋人。如今义和团人多势众，宜安抚不宜剿灭。洋人喧兵夺主是欺人太甚，那么我就利用义和团来报这一箭之仇。万一说洋人被他们真打垮了，那到时候府郡就可以顺利登位，我又可以当上太上皇的太上皇了。贺世龙，我让你去查明义和团的事儿有结果了没有？回老佛爷，照卑职查查所得，义和团他们是以扶清灭洋为志向，倒还真是没有半点叛逆作乱之心。他们之中确实有些人懂得神通，不但可以化符治病，
还可以点石成金，一旦神明附体，真是可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呢。难道真是天降一人助我大清吗？老佛爷洪福啊，所以上天遣天兵天将助老佛爷消灭洋鬼子的。老佛爷，遵义大姐有事求见。传他进来。在啊。老佛爷吉祥。荣禄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回老佛爷，义和团用火烧了张义门外的两处跑马场，同时又烧毁了崇文的教堂，杀死教民两三百人呢。目前正积极的东交民巷外与各公使馆的守卫对峙，各国公使啊已经向总理衙门发出急电，要求派兵镇压暴民呢。就让义和团给我出口气。三斤还可再拿，唯有青春难返回头，窗外已消磨，柔情也斗破，如今只求能一醉一夕还从前，清风月邀谁共饮，断梦里谁可